果陀剧场把千万点阅率图文部落客马克作品搬上舞台，超人气辛辣嘲讽内容，上班族一致推荐的精神食粮，绝对让你心有戚戚焉，拍案叫靠腰。我们做的是资本主义的工作，领社会主义的薪水，够苦的，草莓族啊！哎呀，念研究所有什么屁用啊？查理说的薪水是你对不对？这份资料你看一下，写什么不重要，写你对不对？好，我的私生活开始被毁掉的时候，就是你要飞黄腾达的时候了。9月12日起，五斗米靠腰，水源剧场犀利上演，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网。